在这里，你们的生日祝福我都已经收到了，在这里要谢谢你们，很想念大家哦，给你们比心，爱你们哟，么么哒，嗯啊。12月6日，唐嫣生日。为了感谢粉丝好友的祝福，孕期的唐嫣再度晒出一段视频，感谢大家的祝福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都收到了，爱你们哟，么么哒。视频中，唐嫣头戴贝雷帽，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穿着粉红卫衣，非常甜。韩健涂着红唇，非常漂亮，下巴尖尖的，对着镜头甜笑的唐嫣，感谢大家的祝福，还为粉丝比心送上么么哒。也不知道唐嫣怀孕几个月了。这个状态完全没有孕妇的浮肿状态，气色非常好，她的笑容非常甜，能把人的心暖化了。昨日唐嫣发博，也有网友称她暗藏玄机。唐嫣还将2018年的年度男神头像换成了一个卡通男宝宝的模样，疑似公开怀男孩。以前女明星怀孕生男孩都有鼻头变大的外貌变化，看看现在孕期的唐嫣是不是也有点鼻头变大了呢？其实无论男孩女孩，只要幸福就好。网友给孕期过生日的准妈妈送上祝福，唐媛媛生日快乐呀，开心哦，我爱你宝贝，永远快乐，爱笑甜甜正能量的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，祝福准妈妈唐嫣生日快乐。